就是有个好桃花，有个好对好对象。好桃花很重要，不错啊。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。周星丽理财配博靠这个，苏彦佩公开告白我的婆婆男星，我都会帮他们存起来那个基金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女儿很爱钱。我跟你讲，尤其兔宝，兔宝很爱钱。那个我女儿跟燕佩长得还蛮像的，哦、瘦瘦的、哦，对，然后眼睛大大。我的婆婆周星凌、苏彦佩母女档教大家做环保存钱筒，步骤很简单，只要将饮料纸盒贴上四支卡就可以了，兔年可以招财进宝哦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要不要帮你？你好危险哦、這個。对啊，这个有点难割。妈妈来，妈妈会。你好，好可以好吗？他可以。你笑了，你笨蛋。你们自己本身个人的那个理财观念是好的吗？我爸爸是银行经理，哇！所以我从小看我爸爸数钱是很帅，我爸就是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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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。但是我没有学到我爸爸的专才，因为我爸那种股票那些都很清楚，房地产那一些的，对。然后可是我至少学到一个，就是我是每天会记账的人。每天就是每天、oh. 对，到现在。那你说要理财，其实我不是理财高手，我是存钱高手。哎、oh. 欸，对，这档存钱高手。存钱对 Payball 是什么？记账吗？还是什么？记账，像心灵姐她也记账嘛，那我也是记账，然后不管小额啊、大额啊，都会记在手机里面。随时都在记。你现在应该到了就是要包红包的年纪了。对，已经包好几年了，然后每年都是包给爸爸妈妈，然后自己的就是子女啊这样子。那有没有想要把自己结婚生小孩生一个，然后把那些钱要回来？讲得很好哦，就是要先有老公嘛，才能就是有小孩啊。但现在都没有消息，没有对象。对啊，今年是希望是。就是有个好桃花，有个好对好对象。好桃花很重要。对对，宁缺毋滥。不然如果遇到像我在工作，对啊，遇到像王少伟跟 Darren 那种，你这样想。不错啊，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少伟哥，他自己很安逸过生活。对对对。私底下也是跟他蛮接近的。对，他很妙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很爱去爬山、啊。对，很爱去爬山。我喜欢安静的空间。超爱去爬山。对。那你们身上没有人，难怪会没有桃花，就是什么都没有桃花。哎、欸，对哦，你说到重点呢。没有什么人、啊。对哦，那下次我可能改去夜店啊之类的。